边给老师调啊，啊调了哦，就是都很好，我是腰会酸啊，还有脚会麻，哦，啊调了，调来几次了，啊老师说，我都听不到也可以啊，我说真的哦，他说嘿，就帮我调，我现在耳朵都听得到。也是这样，两种都调好了，哎呀，我就很高兴。谢谢。原来是什么情况？啊，调了以后是什么？听不到啊。完全听不到，还是大概听？大概听几层的声音？他头先听到几层？听到多少？大概多少？现在啊，后面叫他听不到，听得到。小阿姨叫我，我一下就应他用。老小阿姨说，之前从后面叫他，他听不到。听得到。现在从后面叫他，听得到。都听得到。听得到。他现在是听得到。听得到。他之前你的心脏不舒服，怎么接受他？哎呀，是上一阵子师父那边要拜拜帮忙，坐一坐就心脏就这样蹦蹦，他就是老师刚刚有气，我就。请老师，啊，我们那边有志工，他就过来说，我帮你叫老师这样子，他就叫老师来帮我调，啊，就是调了就很舒服，啊，第二天又拜拜没有，头一天是帮忙要做，啊，拜拜好，紧张一下也是就跑起来，那两天就给老师就调两次，就是就很好，啊，老师才说。南昌那边有好做，晚上好7点到9点，我就3、5我都来，还有做2次、3次，老师又说，我圣世界那边也有这样子，中午的时候2点到4点，我也骑摩托车去，那是下雨的话，我就叫小黄鸡，哎呀，真的做了就是一定好。就是这样子，谢谢，谢谢。黄师姐很可爱，她真的是，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人，她也很，我请她，她就很害怕，她真的做到非常好，她也。